你君君你可以开24小时你去批斗法律哥，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啊，啊看不懂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就是为了杀而杀，杀一个人杀24小时，而且轮流杀，到宵夜了还在公审。你君君你可以开24小时你去批斗法律哥，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啊，啊看不懂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就是为了杀而杀，杀一个人杀24小时，而且轮流杀，到宵夜了还在公审。你君君你可以开24小时你去批斗法律哥，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啊，啊看不懂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就是为了杀而杀，杀一个人杀24小时，而且轮流杀，到宵夜了还在公审。你君君你可以开24小时你去批斗法律哥，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啊，啊看不懂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就是为了杀而杀，杀一个人杀24小时，而且轮流杀，到宵夜了还在公审。你君君你可以开24小时你去批斗法律哥，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啊，啊看不懂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就是为了杀而杀，杀一个人杀24小时，而且轮流杀，到宵夜了还在公审。你君君你可以开24小时你去批斗法律哥，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啊，啊看不懂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就是为了杀而杀，杀一个人杀24小时，而且轮流杀，到宵夜了还在公审。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没有半句是假话，就是完全是我的想法，就是这样子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没有半句是假话，就是完全是我的想法，就是这样子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。